俺爸的事儿过去了，看这一场当中，这是不光灯，这是直播间。哎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娜，因为俺爸说了，然后给家直播了一场，这些临时设备都是借的，今儿个了收拾收拾去给人家送回去。俺嫂俺妈他俩给家没少着，跟着忙着，今儿个了感谢感谢他们。我包了三个红包，给俺妈哥、俺哥哥、俺嫂哥，又里头放了1000块钱，也不多啊，意思意思。我这回回来吧，俺哥嫂提前都给家开始准备了，就是打扫卫生啊，干啥的。本来说是我说的给前头院直播的，一想忙着了3-4天，俺妈他们都跟那收拾着，结果太热了，又挪到这个院，反正是忙着了好几天，替我做准备。俺哥的腿疼着，还给我就是接电了、扯电了。挂着叫屋里亮一点，没少麻烦他们。干啥呢？你看呀，还着迟到嘞。哎。哎呀，还有谁有没铺？我给这擦擦。嗯，辛苦了。压的我心痒痒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这两天真的辛苦了。都是给打扫。看你这中俺哥混的，你看看这跟俺嫂搁这跪着服务是吧？家庭地位充分体现了。哪跪着服务啊？这儿子搁这认错了，你知道不？我刚跪服务嘞，这是。这儿子搁这承认错误了，蒙眼了，你拍成啥了？他一看见你拍了，赶紧拿个毛巾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发个红包。我发红包啥呀？要不要吧？要不要？给你。有钱我说弄啥嘞？跟你们呀，一下。我不要。这不是一想忙着忙着忙急忙着够给你发个红包，来拿着拿着，这拎着小孩一想看你说呢，一想猥琐味儿，来婉婉，这是给俺哥的，不要给哎对对，装上道上道上道啊，上道上道，这两天一想提前都跟着忙着，回来一趟我回来一趟，恁俩提前都跟着忙着。你小伙子，你啥红包我都收啊！虽然说我好收个红包吧，你这感觉同情你呀！你看吓着我呢！哎，这可不够多。你就是的，又不是弄啥的，就是的。你说，这要不要花吃饭的、吃的、喝的，就是的。咱会花几多呀？这春晚我这一走，后半年可都回不来了，再说接接气气的，你接接气气给咱妈。不用了，接接气气的你再回来。那你得养成习惯，你不用接接气气的。你们看户口都搁哪儿放的？俺家的闺女还接气，还叫你花钱呢，咱。给我，就是的。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全在我给家里添的东西。你说中，对吧？添啥？哎，宝宝的眼睛挑钉子的。要不要？挑钉子的，来，俩着，来，拿着。俺可不客气。哎呀。妥了妥了，刚刚小菜米，小菜米不忘了是不是？嗯。你看闺女高兴的，嘿呀，闺女啊，啊，你拿了个红包呀？那红包就叫你流嘴水一下。高兴了是吧？出去了，照顾好自己，有啥事了打电话。主要是把我上当受骗了，你知道不是？丢都丢不了。哎呀，智商不是老高。来八岁的都是乱给红包的，来我给你个。Later。我丢了，又不回来了。哎，我都说。我说跑去了，这整天着急了，我说这回受了了，治不了，出去吧，不放你的心，就跟这样，一晚吧也看不见，就跟这样整天在这，这嘴不腻了不腻了不吃心了，给拨三遍两回不死的慌，屁股不叫挨，腿不叫坐的，这出去人想出去闯闯，死的慌不死了，大点说，受了受不了了。一晚吧，着什么吧？看看抖音，看看啥？要不今儿也看见人，这看看人的情况不行。啥钱挣了都不用。就家家都占有皮面的嘛，说皮面。